跟上进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讲完了复习做题目，不会了马上问。问问题的方式很多，一个是你直接找我，一个是跟同学，一个可以在 Facebook 上提问，好不好？看不懂的题目、看不懂的问题、看不懂的解释都要提问，好不好？宿舍里有四个人嘛，那个子荣、彩妮、品宽跟嘉豪，你们四个在宿舍也可以开读书会啊。哎，冠元也可以叫他过来嘛，离得没有很远啊，关系好就到了。啊，所以有空就要大家讨论讨论，才能够进步啊，不然我们就停在这边，要停不到好几个礼拜啊。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对，子荣。哦，好。啊，加油啊！好，看问题，第六章有什么问题没有？刚刚有人说题目看不懂了，我们来题目看一下哈。有问题的吗？对，题目有没有看不懂？第一题，一个指点在半径为 0.4 公尺的圆轨道上运动，在某一个瞬间，它的角速度为每秒两进，每秒二进的意思是什么？有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了。进度。对，进度量二哈，进度量二，我们讲一圈的进度量是多少？二。一圈是二拍哈，是6.28，对不对？所以二是大概多少？二大概是三分之一圈，少一点点，对不对？所以每秒它转的它将近三分之一圈哈。你要有这个概念，它大概讲什么？角加速度是每秒五进，啊，它虽然它求它加速度，加速度这边我们用会等于什么？记不记得加速度？切线加速度，它讲的是切线加速度，它切线加速度多少？其实上它这边实际上有切线加速度，还有向心加速度。啊，欧米伽平方是指向心加速度，所以在这边它有看到两个加速度哦。第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圆周运动，对不对？对。它是圆形轨道嘛，在圆周运动的某一点上，你知道它的角速度了。角速度欧米伽等于什么？它告诉你说每秒两进嘛，哈，对不对？所以进度量为二，每秒二的意思就是欧米伽等于二，对不对？那它角加速度阿尔法等于多少？五。啊，如果你要写的话，静的英文大家 RAD 啦哈 ，RADS， 静的单位啊 ，radians， 它是 radian， 啊 ，radian 是进度量的意思哈，所以是 RAD 啊 ，RAD 除以 S 平方 ，S 平方是每秒，这是每秒五进哈，这是每秒二进，这是它角速度跟角加速度，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理解或是呢，现在对你来讲，如果这是新的，赶快做笔记哦，写下来，好不好？这跟以后有关系吗？啊？这跟以后有关系。跟以后什么东西？后面的。我不知道以后你要去哪里啊，所以以后你要当太空工程师就绝对有关系啊。我说后面的那个章。当然都有关系啊，这些都是你现在的基本的啊，物理基本的常识啊，角速度、角加速都是基本的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速度哈，速度 v。我们知道速度，它在圆周运动上有速度，它是不是一定有向心加速度？有没有？有。一定有圆心，一定有向心加速度。向心加速度等于多少？记不记得向心加速度 ？r 欧米伽平方，对不对？或者是 r 分之 v 平方，对不对？对。这、就是向心加速度哈。向心加速度我们写 a 向心好了。好。另外它有另外加速度是什么？切线加速度。它所有向心加速度是不是切线加速度？因为它有角加速度。啊，所以它有切线加速，切线加速多少？是。切线加速忘记了，我们都看课本里面有，对不对？记不记得在第几页？第103页，什么这边？啊，欧米伽除以 t。啊，这个它这边是 a t 嘛 ，a t 是向心加速度。向心加速度 r， 哎，不是，这是切线加速度，什么 tangent 是切线加速度是 r。阿尔法，向心加速度是 r 分之 v 平方，有的也是 r 欧米伽平方，啊，这是向心加速度，啊，就法线加速度哈 ，a n 呐 ，n 是 normal 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这个 a t 等于什么 ？r 阿尔法，怎么推导了？记不记得？我不记得。不记得了。前面看得懂。前面看得懂吗？它从这边推导过来的，有没有角加速度嘛 ？t 分之 omega，t 分之 delta，t 分之 delta omega， 这是我们的加速度，对不对？这只是切线加速度哈，切线加速度，所以我们这边再往下推导到，是阿尔法，这是阿尔法，阿尔法是角加速度啊。那我们从他说6.4到6.6，有没有？6.4在这边有没有？这是速度嘛？
速度跟他的脚加速度的关系带进来，然后他可以得到，他只把这个速度做一个再次微分嘛，啊 ，r 这是 dt， 我这边怎么写嘛 ？dt 分是 dt 啦，有没有？再做一次微分是 dt dt， 就是 dt 平方分之 d 平方 d 啦，就是做二次微分就得到这是 alpha 的部分，啊，那懂意思吗？就是把 6.4 解再做出微分，对 Omega 做出微分，因为 R 不会随 Omega 改变嘛，不会随时间改变嘛，所以呢 ，R 在这边是常数 ，R 这边是常数，它只对角速度有改变而已，角加速就角速度会对时间改变，所以我们在做微分的时候是只把它做一个，再做一次取它的那个加速度。Okay. 好。讲中文。讲中文啊。讲中文，我试着努力讲中文哈。我们的速度，这是距离。对，距离，距离做一次微分会得到什么？会得到速度，对不对？对。我这样写的意思 ，S prime 你可以想象的是 ds dt 啊哈。对，这就是速度，没问题吧？对。做二次微分就是 d 平方 s dt 平方，这二次微分就等于什么？距离的二次微分是什么？ds 平方，对 ，d 平方 s， 哎，这是两次微分的意思。那不是下面应该是 d 平方？你可以对照一下这边哈，这两次微分的意思哈。两次微分的写法是这样写的哈，对时间的两次微分是这样写的。这样啊？不是对距离吗？这什么意思？我不是什么？你要问什么？问问题要问我啊，在课堂上问问题可以问我啊，不要问同学啊。他正在认真学习，让你问他，你干扰到他，你要问我啊。我只问他今天下午没有上网上课。今天下午是智慧。今天在讨论什么？你跟。啊，你说。对距离的两次平方。对距离不是两次平方，就叫做这个东西叫做两次微分，两次微分。这个对方两次微分，也是对 v 的一次微分。仔细看一下啊、哦，这样写哈、哦，你可以写成 d/t， 这是一个微分的概念嘛，这就是微分的概念，所以我们是对 v 微分，对不对？那我们 v 等于什么 ？v 是不是等于这个东西，把它带进来，这等于什么 ？dt d 啊，对 s 的微分，对不对？是这样写。看一下。那个 t 是跟为什么跟它融在一起？跟谁融在一起 ？d。D 是很小很小的 delta 的意思，对，对吧？嗯，很小。那我们用 delta， 大家习惯的 delta 来写好了。V 等于什么 ？V 等于什么 ？delta t 分之 delta s。哦，对 ，delta s 对。对吧？对。嗯。对。Right。Yes。然后这个东西呢 ？A 等于什么 ？delta b 分之。delta v 除以 delta t， 对不对？对。好，那这个写右边呢？我们假设把 delta 放在这边好了。delta t， v 会等于什么 ？v 等于这个东西要带进来。delta s， delta t， 对不对 ？delta t 分之 delta。delta 放在上面。好，现在只是一个写法而已。现在这叫写法。啊，这是什么写法？为什么 delta？ 为什么你要保留 delta？ 这是一个写法。写法，这叫微分的写法。这是微分的写法。我要重学微分。因为在这边，它 delta v 它代表不是，它代表是一个，因为 v 是 t 是时间是距离的一个变化量，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函数。它这个 delta 是指函数的变化量，不是单纯的指说某个东西的变化量。所以时间变化量是有值嘛？可是函数变化量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啊。嗯，我看到了。你解释懂我意思吗？比如我们先讲说，好，这是一个函数。时间变化量是指这边到这边，对不对？这是一个值，对不对？可是函数呢？函数你必须把这个值带进去，都去求到它的 y， 这才叫 delta y 啊，对不对？可是你的 delta y 呢，事实上是一个很复杂的计算结果，所以不能只是用一个 delta， 就不能只是用一个 delta y， 好像是个数字去取代它，它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我们会把它 delta， 比方说我是取一次函数的，取一次微分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这边保留这个 delta， 比方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就叫做一次微分。好，你可以看到这边我把这两
拿出来，那变 delta t 的平方跟 delta 平方 s， 对不对？这个东西就叫两次微分的意思，就是我做两次这样的事情，重复做两次的意思，这样懂意思吗？那为什么下面的 delta 是一个？下面的，因为它本来是 delta t 的意思啊，它把 delta t 变成一个东西。那么在做，它这样，我的想法变成 f of x 乘上 f of。在这边 delta t 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它可以连在一起算，但是这边的 delta v 它没办法，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计算过程，所以它把 delta 当成一个计算，比方说我要做一次计算，我要做两次计算的意思。这边的 delta 代表是一次计算。两个 delta 代表两次计算，下面的 delta t 是一个符号，所以 delta t 的平方，比如说我在这边因为做过两次，所以它需要两个 delta t。那你没有把 delta， 这是一个符号，我们就讲它是一个符号好了。OK， 那如果说，那我看得懂啊，那你应该是刮弧的平方，你这样写。对 啊， 我说这是写法，这是大家，这不是我创的写法，这是普世全世界都统一的写法。为什么这样写？哦，我刚刚解释嘛 ，dt， 底 t 是一个东西，所以它底 t 的平方就是我们知道它底 t 做两次。那应该是底 t 括号的平方才对。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底 t 是一个东西嘛，你 x 平方不会写，因为 x 是个东西啊。你 xy，xy 是两个东西哦。S y 是两个，就 x y 刮弧平方等于 x 平方乘 y 平方嘛。哦，我看懂了，对。你懂 ？d t 是一个东西，就 d t 平方可以直接写 d t 平方。d t 就是很小的那个时间变化量。啊，所以它是我看懂了，它是个东西，它是个代表一个东西，它不是代表两个东西。但是上面这个 delta 这个 d 代表的是一个计算方法，平方表代表这个计算方法做两次。嗯。这样知道意思吗？对。知道意思吗？啊，有人在睡觉，不知道我在不知道讲什么。对，是，对，是约掉了啊。就是上面不能约掉，就是他们约掉就直接约掉了嘛。就刚讲讲他是同个东西，他直接约掉了不是吗？他是不同的东西，你看这个 d 为什么跟这个 d 不约掉？因为下面的 t 代表一个东西，上面的 d 代表一个事情。哦。他不能约掉啊 ，OK。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实际举个例子啊，我们举过很多例子，然后再举出例子哈。S 等于二分之一 a t 平方，这大家同意吗？非常熟悉的一个什么？这是加速度公式，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距离公式，非常常见的加速度的距离公式。然后速度等于什么 ？a t 等于 a t 嘛，对不对？是不是速度等于 d d t 的 s？ 对。啊、哦。你可以想到这是一个计算，这计算做什么？在做微分计算，它做一次微分计算，懂意思吗？懂意思吗？可以，可以啊、哦。那 a 等于什么 ？a 等于 a 嘛 ？a 等于 a 等于什么？等于 d t 的 v， 就把速度做一次微分计算。那速度是时距离做一次微分嘛？所以你都可以说，我这是把微分计算，这叫一个微分计算，做两次。对谁做？对 S 做两次微分，那懂不懂意思？嗯。所以我只要对距离做两次微分，我就可以得到加速度，就这样子。概念上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东西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dt 平方 d 平方 S， 那你可以把这个 S 写上去，就 d 平方 S dt 平方，这样。对。好，这写法是这样演化。OK， 没有问题。没有。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哈，你知道是 ，omega 是角度对时间做一次微分，这同意吧？了解。alpha 是什么 ？alpha 是角度对时间做两次微分。好，那我这个速度呢是 r omega， 这没问题吧？这边导去导过，有没有问题？你知道在讲什么吗？因为刚没有在看我，彩妮有没有在看我？你们都不知道在看哪里。我说我今天真的不行。哪一个？来再讲一遍。Theta， Delta Theta， Delta T 等于什么？Omega。等于 Omega 嘛，对不对？
Delta 值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我们当这时间变成几乎为零的时候就变低了嘛。啊 ，Delta， 这没问题吧？啊，同样的，这是角速度，对不对？角加速度就是 d，d，t，d，d，t，theta， 同不同意？其实这东西是 omega 的意思啊。我们对 omega 做一次微分，就知道角加速度。同样道理啊，速度再做微分，速度去做微分就得到加速度嘛。角速度再做微分就得到角加速度。哦。那同不同意？啊、哦，再做一次微分，所以我们这东西得到是什么 ？d 平方 d t 平方 theta。OK， 这同不同意？好，那我们看一下速度哦，这指的速度是指什么？切线方向的速度 v 是等于 r omega， 是不是？那切线加速度呢？再除一个时间。是不是把这个 速度对？时间做微分，同不同意？同不同意？这我们前面推导的，你的速度做一次微分会得到加速度吗？嘿，嗯，平坏拿电脑在干嘛？嗯，没事。没事，把电脑合起来。为什么在上课之前开电脑呢？没事。好，拜托，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要重复讲几遍啊，因为。讲到这段时间，又有个人我不懂，我们再来一遍啊。对，已经听懂的同学就是他花的是时间，但我知道目前我讲是 OK， 是因为大部分时间可能大部分同学对这边并不熟，所以复习是 OK 的。但是你这段时间不熟，麻烦你要应该更专注去听，或者更辛苦一点，花点时间去听，你才会懂啊。否则你都不听，然后过一段时间说我都全部不懂，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哎，你说那个。我们写的那个什么，哦，他是讲瞬间的时候才要这样子做。瞬间，对对对，瞬间，对。我们其实到高中，我们基本上所有讨论物理都指的是瞬间，我们不会像国中讨论长时间。长时间事实上在真的在物理上意义不大，我们讨论是瞬间的状态，瞬间状态啊。所以我们把时间，把速度对时间再做一次微分，得到什么？你看哦，因为这个 r 是常数，对不对？我们知道常数在做微分的时候是它没有改变，所以 r 可以拿出来，所以会变成 d，dt， 对 omega 平，对 omega 做微分而已。那这东西会等于什么？这东西就在这里啊，会等于 alpha， 对不对？所以等于 r，alpha。啊，所以我们的加速度，切线加速度就是 r，alpha。当它的角加速度的时候，它切线加速度就是 r，alpha。啊，所以这就是 a 啊 ，a 在这里加 r，alpha。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哦，在这边他就讲啊，我们的切线加速是 r alpha， 我们向心加速是 r omega。那我们回到最后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计算题啊，计算题，他问你加速度大小，加速度大小就必须算出你的切线加速度跟你的向心加速度两个在做和速度和的加速度，这才是我们要算的东西啊、哦，所以你要算出。切线加速度，你要算出向心加速度，这两个的速度和，其实就是勾股权定理嘛，啊，勾股定理 ，OK， 然后斜边长度，斜边长度就是我们这个 AT 平方跟 AN 平方相加都在开根号，啊，这样就可以算出来，第一题就这样。得到什么？啊 ，AT 跟 AN 呢、啊？它不是只是算，哦，它不是只是算切线而已、啊。没有没有没有，还要算向心，因为他算他题目是要问你说他加速度大小多少，加速度指的是切线跟向心加速度两个相加，啊，它两个都有速加速度的，这两个速加速度的和，所以你要算用向量加法 ，OK， 那这一点有没有看懂了？有，加好什么了？还是没有看懂？哎，我开始看发现你上物理课就头很痛，我不知道怎么办哦。那变成常态的话，变成 是自然课的问题，哎，所以没有，以前没有的，慢慢的头越来越痛了。所以那个，反正你算出那个什么是切线加速度之后，它的单位会从多少进变成什么？那你如果全部用同样单位就没有问题啊。你譬如假设这边，你看，我用 r omega 对不对？那我向心加速度用什么？用 r omega 平方啊。对啊。
对不对？ R 这个 alpha 是什么？ alpha 的单位是静嘛？ R A D 的 s 平方嘛？看不到。omega， 对不起， alpha 的单位是这个， omega 的单位呢是 R A D 除以 s， 它有个平方，因为这边有个平方，对不对？再乘呢？它们的距离是什么？ m R A D s 平方。m R A D s 平方。m R A D 除以等一下，再试个平方。R 的单位是距离。R 的单位是距离，对。对啊。啊，近也是距离。这边的距离。啊，近也是距离。哎、欸，你好，你好，好，为什么单位突然看起来都不一样？他用近去换算的。对啊，近是近，近是没有一点多。等一下。你们知道刚刚那个惯有的问题吗？不知道。啊，他说单位为什么不一样？这两边单位不一样。我们看一下单位不一样吗？OK， 基本上哈，基本上你如果说把它这个东西看一下哈 ，R 只要乘上 RAD， 对不起 ，R 地打代表什么？地打之后代表什么？它的单位是什么？距离还是长度嘛？距离。对，所以是 RAD， 事实上在这边 RAD 啊。你对进度量来讲，基本上我们不会去用，每秒几进，这个进不会出现，因为这进乘上距离之后就消失了，它变一个距离。它变一个距离。进乘上一个距离之后，它是距离啊。进代表是弧长嘛？嗯。R θ 是不是代表弧长？不是那个进。嗯、啊，这是 R θ。R θ 的结果是不是也是一个弧长？同不同意 ？R θ 是一个。是个弧长还是长度的单位啊？近。所以那是长度的单位。所以，假设你现在是两进乘上，五个半进。对，你就让我乘上两次平方好了。没有没有，那你这样子哦，十公尺哦。再讲一遍。你现在是两进乘上五公尺。对啊，十公尺啊，这个弧长十公尺啊，弧长十公尺。哦，是这样算。对啊。好。啊，弧长变十公分，他是说我一秒钟走这么多弧长嘛，懂我意思吗？啊，我们在加速度的单位是什么？加速度单位是 m 除上 s 平方嘛，对不对？你在这边，你这个 r 这边都有一个 s 平方没问题啊，只是你这个上面是乘两次跟乘一次嘛，乘上这个径乘一次或乘两次。乘一次，你可以很简单讲是弧长，那乘两次是弧长的弧长，它实际上是有另外一个弧长嘛。我们在这加入那个下面是乘一次而已，它是 RAD。下面这边是乘两次啊。Omega 对不对 ？Omega 是不是 RAD 除以 s？ 当它平方之后，上面有两次平方的 RAD 啊 ，RAD 是两次平方嘛，两次平方意思就是乘两次的意思嘛。你说它可以想象是弧长弧长。弧长的弧长，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算的时候是怎么算的？弧长弧长有什么差别吗？对，我们第一个在算的时候是算这个速度，对不对？嗯。然后它经过的时间到这边，对不起，它经过的时间到这边来，所以我们是把这两个东西移到这边来，然后下面再算一个弧长，对不对？所以你在算的这个向心加速度，事实上是算 v 的大小的弧长。那这 v 怎么来 ？v 是这个距离的弧长。所以是弧长的弧长，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在算向心加速的时候，实际上算两次弧长的概念。嗯。啊、哦，好。第一题，写出来了吗？没有。你要说什么意思，品冠？第一题我这样解释完了吗？会做了吗？会做了吗？好不好？会做的举个手吧。第一题会做的举个手。啊，一个。两个。理论上还通，但是真的算起来之后。三。
个，一半了，好啦，一半未满足。所以所以去算，他最后要求的加速度是用向心加速度的向量跟斜线加速度的向量相加。对啊，合向量啊，那合向量在算的时候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等腰三，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啊，算斜边的意思嘛，知道意思吗？它不等腰。它没有等腰，我说直角三角形啊，直角，我刚刚有更正啊，我刚才讲等腰，变坏改成更正成直角，我有录影，我这次有录影，好不好？好。不懂的回去再看一下录影带好不好？我看有录影的。好，第二题，品宽，第二题在讲什么？旋转。怎么样？加速。均匀加速哦，然后嘞？它的角速度大小是？几秒以后？20秒。二十秒以后，角速度变成为6 RPM。好，什么是 RPM？ 它是一分钟还是每秒？我们先想清楚 RPM 三个字代表什么单字？回转速。它什么意思 ？R 代表什么 ？RAM， 但是没有加速度，开玩笑的。R 代表什么意思？哦，是它的那个一圈嘛。P 呢？动量。不是。MV。不是。P 代表除以啊。啊？除以。就 per p e r 的意思，然后 m 是每 m 是 minute， 这叫 revolution per minute。每分钟几圈？哦，啊，它是每分钟六圈的角速度哦。懂意思吗？了解。写下来，不懂赶快写下来。RPM 代表每分钟几圈，那个 R 是圈的意思 ，P 是 over 是 per p e r 的意思。R 是什么 round 的？一圈。啊，是 round 的 revolve， revolve 可以吗 ？revolve 是回转 ，revolve 圈 round 也可以啊，用 round revolver 是吧？走人啊 ，revolver， 那这个圈上有关系吗 ？round 圈啊 ，per。Minute， 是旋转，是啊，一分钟六圈哈，一分钟六圈。好，这是我们坐在那个距离旋转中心5公尺的人，他的切线速度多少？切线速度怎么算？切线速度是 R omega。R omega 平方是平方的。没有平方啊 ，R omega 平方指的是向心加速度。Omega 指的是切线速度，忘记了就赶快回去翻翻看，什么是切线速度呢？在第六章一开始就讲了哈。哎，同学，基本上我们的东西，你在做题目的时候就是思考一下我刚才讲什么，课本上都讲到的部分再回去复习一下，你才学得会，不要用猜的哦。拜托不要用猜的哦。哎，好像是那个，好像是这个，不要猜哦。可是，那就是不懂就回去翻翻看。所以，哎，你说 ，RPM 是每秒钟转。对，每分钟，每分钟，对，它 per minute， 啊，每分钟几圈啊？所以那一分钟六圈嘛，一分钟六圈怎么算出它角速度 ？Omega 等于六圈是乘上12π，除以60嘛。Omega 等于对不对？是12π 除以60，除以60就好，就每秒几进嘛，对不对？就算出来啊。第二个题目是向心加速度是多少？是不是 R alpha？哎，不是，阿欧米伽平方哦，阿欧米伽平方，你说五分之一派是几级的？五分之一派就写五分之一派啊，啊，五分之一派哈，你基本上在这个计算上会很多是出不进的，或者怎么样，这个是很合理的啊，在正自然在正常状况下就很多出不进的哈。切线加速度是？切线加速度什么？是 R alpha。R 对。对 R alpha， 所以你要算说，你看它从。20秒对不对？所以用顶去算就好。它的是均匀的加速度，均匀的加速度，它经过20秒之后，它得到一个角速度是6 RPM， 对不对？所以算上 omega 之后，请问你可以算出角加速度吗？可不可以？60秒的时间吗？它到零到那个。对对对，从零开始嘛，所以 alpha 一定等于 omega t 嘛 ，t 是20秒对不对？你可以算出 alpha 了，是不是这样子？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快？我要写下来吗？完全没有理解，但是他讲说我听不懂啊，我就可以讲啊，对不对？你不讲说你听不懂。你看哦 ，V 等于什么 ？AT 这个东西。
，v 等于 m 米。同样道理，把转换速度等于角速度，这等于什么？角加速度乘上 t 等于 m 米。你这边可以算是 omega 吗？可不可以？ omega 可以吗？因为它是多少？六个 rpm 嘛。六个 rpm 就可以算出角速度，对不对？六个 rpm 可以算角速度，对不对？所以这边角速算出来了 ，t 多少？二十秒 ，alpha omega。Alpha 是不是算出来了？是不是 ？Alpha 就等于二十分之 Omega 就算出来了，对不对？简单吧？是 piece of cake。二十分之 Omega。皱眉头干嘛？为什么皱眉头？二十分之 Omega。二分之 Omega， 二分二十分之 Omega。你 Omega 算出来了吗？平方 Omega 多少？五分之一派。五分之一派啊，那就一百分之一派啊。一百分之一块是，就是它的加速度啊，角加速度。哦，对啊，吓死我了。对，角加速度算出来了。是因为五公尺。没有没有，它五分之一是六个 rpm， 对不对？你看哦，六个 rpm， 我们要算出 omega 怎么算？是不是 omega 会等于六？因为每分钟六圈嘛，六乘上二拍，是不是上六十秒钟，对不对？五分之派，对不对？所以我们的 omega 等于五分之派 ，rad 除以 s， 啊，我的 omega 算出来之后，我的 alpha 等于什么 ？alpha 等于 t 分之 omega， 对，角速度，二十分之五分之派等于一百分之派，这是角加速度。我的切线加速度等于 r， alpha 等于什么？二五乘上一百分之派等于二十分之派。二十分之派，对不对？这是切线加速度就算出来了。OK， piece of cake， 好不好？第三题。你们检讨每一题。第二题有。啊？你们检讨每一题。有人跟我讲题目都看不懂，我现在只把题目讲给你听而已啊。哎，可是兄弟，这跟他的答案差距很大的。怎么说？还是我看不太懂，就是他的。答案是 3.14m 除上 SA。我是二开。答案？它、啊、这是开哪里？第一题答案是开，没有。第一题答案是。是拍啊。他当掉了。同学，第一题答案在算什么？第一题要算切线速度哎，然后我们就算出角速度哎，切线速度跟角速度怎么算？哎、欸，他算切线速度、啊。对啊，第一题现在算切线速度啊。切线速度是 r omega， 然后再乘上时间。不用乘上时间啦 ，r omega 就是切线速度啦，不是吗？它算的是出去的。切线速度啊，切线速度，啊，切线速度等于什么？你再来一次哈。切线速度等于。切线速度，假设我现在告诉你说我的转速是 omega， 对不对？所以 omega 可以等于是什么？二派除上大 t 就是我的 omega， 是不是？我的圆周多少？圆周是二派 r， 对不对？所以我这个切线速度怎么？二派 r 除上 t 有问题？所以这个东西什么？这是 omega， 所以我的切线速度就等于什么 ？r omega 就出来了。所以只要 r omega， 不是这是乘上 t 哦，没有乘上 t 哦，是不是这样子？没有，我刚刚的想法是用那个。因为我算出切线加速度，所以用切线加速度就是乘上时间就好了。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切线加速度我们刚算出来多少？二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乘上五不是？哎，是二十分之一吗？是啊，乘二十秒啊。啊，乘二十秒就等于开嘛，一样啊，一样啊，对不对？它答案也是3.14啊。啊。好，所以没有问题了哈，没有问题我就不解释了啊，因为有人睡着了，我就不解释了。还有问题吗？后面几题题目看不懂吗？哎，确实题目看不懂，在讲题目看不懂，不要随便。我跟你讲啊，我其实这样子啊，以前我在另外一个学校，我们给学生作业，我开始想说作业不要给太难，就全部给选择题。然后我说要交作业嘛，就刚开始学生不交，我逼了两次之后，学生交了，全部都交了哦。全部都一样。不是全部都一样，全部都不一样。然后事实上他都用猜的，我很辛苦开始改，哎，这里也错，为什么他不理解？啊，这里也错，也不理解。
改完之后，我发现说他有的很难，他对，很简单，他错。我想他真的懂，然后就把他砸问，就根本都不懂，全部用猜的。那我最讨厌就是你不理解问题目，问问题，我们可以解释问题。你不知道你问什么时候，就说我全部不会，我只要重讲。你知道那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就是说你最好是说我这一句话的这个点我看不懂，我们讨论这个点，那是非常具体，而且确实你已经看过了。懂意思吗？好不好？这样也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因为浪费时间结果大家都哦开始无聊。其实我都懂了，为了解释这些，我只好睡觉了，是不是？是这样吗？不是。不是，那是怎么回事？下课太短了，没有充分的转换脑袋。哦。对对。啊、哦，你们赶快提案嘛！校友智慧，赶快提案好不好？不行，好像上礼拜。啊。不会啊，上礼拜就说改规则，就上礼拜没有改啊。就更不会改。不是同学，同学，你们我不知道你是六人小组吗？你不是吗？你是所有会里面的一部分都可以举手提案啊。你为什么要听六人小组说提什么就提什么？不是啊，我没有说提什么，提什么，只是下个会议。你们要主动的去，因为其实很简单，六人小组之所以提案，是因为大家不提案，没有东西可以讨论，所以他们去想一些案子来讨论。上次的提案是老婆提案，但提什么？在提案中有另外一个提案。提什么？就是要分和提案等长。对啊，就是如果就是自由管理学生提，就是现在的提案你要经过六人，不然就是公听会，不然就是教师大。先要先，那这部分你们可以不同意啊？对啊，重点是上次光讲解提案就讲完了整个会议，然后我相信还是有很。非常多人没有懂是什么啊？那这个会议他妈在开个屁，我就不懂。这个提案太复杂，你就可以讲啊。不是，你就讲说，其实这个提案听起来没有很成熟，是不先搁置。嗯？你就讲啊，讨论到后面有结论，就是这个提案看起来没有很成熟。对啊。我们先提案搁置啊。然后主席判决是给提案人20分钟的说明时间。为什么20分钟那么好？然后那说明先说明完，大家清楚吗？其实还有人在看书，有人在看。对啊，就是根本就没有人。你根本这东西不具体，你说好，大家提案等级，那就是讲。没有啊，它的条文是具体的。啊、哦，那怎么去划分提案等级？他是说有关有学校画一个图的啊，在下课。OK， 好。然后画一个图。最后就是还没。我们先。好了，我们继续往下喽，往下 OK 吗？再往下可以了。我们就简单讲压力，记不记得压力这件事情？压力啊，记得。上这堂课就开始有压力了。好，第七章开始，它跟前面其实关系不大。假设你前面没有很听懂，拜托从现在开始仔细听，好吧？因为这边跟前面关系不大。第七章是一个比较特别，它是一个独立的，算是有点独立的一个 case 哈。但是到第八章啊，第八章开始，他就会又把第七章的内容啊，第八章其实还没有，第七章跟第八章算独立的哈，第九章就会把前面我看到 P 了，把前面的所有讲的东西做个整合，气体动力论是这样的，气体动力论它算是把所有的东西做个整合的一个概念哈。所有的东西是七章之后还是从第八章以前？好恐怖，第六章也会啊。对，第八章以前。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为期两个章节。从运动开始都有关系啊，能量也有关系哈。然后第十章以后又是一个新的啊，波动的部分又是新的啊。开始为期两个章节。十一章也可以算是新的。十跟十一，十跟十一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嘛，哈，光学跟波动实际上是有关系的，知道吗？好，那接下来经电学又是一个新的。所以大家分几个单元，今天学结束完就是磁学，今天跟磁学是有点关系哈、哦。所以那我们讲完了。哦，不要。那所以这样是让蛮简单。近代物理是个独立的哈，近代物理它讲到核能的部分。啊。啊，可以。第九课。哎，对，好，刚好你听懂了。好，我们利用这个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再简单思考一下，记不记得什么叫做压力？就是在每单位面积上的学习。每单位面积上感受到的力量，啊、哦，就是身体可以简单讲说，把这个力量分散到一个面积上面去。所以简单来讲，
我是一个你，用这么小的接触面积去感受，跟我用一个大面积去感受，哪个比较痛？小面积。小面积。所以以前老师打人啊，他为什么喜欢用藤条，细细的藤条？因为痛。打了还痛，你看那个新加坡的鞭刑，看过那个影片没有？那个在那个。你又开了。他那个很细啊，我本来以为那鞭子是跟像那个马戏团用的鞭子一样，不是，它是细细的，很长那个鞭子，啪下去那速度很快，哇，那打下去就是一条就裂了啊、哦。很细 啊，如果用板子呢，板就可没那么痛，红肿啊、哦，红肿，等于红肿就没那么痛，但是细的话就很痛很强。所以我们通常来讲，希望你感受到那个压力的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面积变小，你可以感觉压力是很大，好、哦，这没问题吧？哦，把力量除上面积，就得到一个压力。同样道理，我只要把它反过来，力量就等于压力乘上面积，就可以得到力量，懂意思吗？所以在我们在实际上，你在想说。有时候物理是这样的，很简单一个式子哈，就搞出一堆想法，但是这很有用哈。我的力量会等于什么 ？P 乘上 A。放掉了。不用找，不用找，不用找。休息一下。哇，好快！突然间快转哈。好 ，P 乘上 A 就是力量，这会用在哪里？会用在炮弹了。F 等于 P。炮弹。为什么我们会用大口径或小口径的子弹，比如炮弹啊、哦？为什么都不用同口径？为什么有炮弹做这么大一个炮弹？当然，你这个炮弹跟他说哦，这个越大的面积、越大的直径的弹打出去，它的伤害性能越高啊。嗯，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的爆炸、承载的炸药跟承载的核比较多嘛，所以到目的地之后，它爆炸威力很强。可是我也可以把炮弹做很长啊。跟标枪一样啊，我是不是力量也很大？我爆炸如果怎么讲？穿透力强。可是你看得到力量不一样啊，你想看，假设这炮弹很长，我这样的质量，啊，跟我把这炮弹做成这样子，短一点点，我同样这个质量，又当掉了。又当掉了啊！电脑不够快，电脑不给力了，现在。好。好，这个两个炮弹来讲，谁比较容易吹得到？上面的。为什么？上面打比较痛啊，下面比较是啊、哦，我说比较推得动，下面比较推得动、啊、因为你看哦，这是一个炮管来讲的话，我这面积不是摩，不只是摩擦力，我们讲推的力，然后摩擦力的空间一样嘛，这个推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比较容易就推得动。对，推的面积很大，这面积很小，所以我就是压力产生是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力产生一样，压力假设是一样的压力。假设对对对，爆炸的时候产生的压力是一样的时候，我这就比较容易推得动，因为我承担这个 A 面积很大的时候，我可以得到比较大的力量来推动啊。那基本上，所以它冲出去的速度会相对快，对不对？对啊，它力量大嘛，力量在除上质量，不就等于加速度？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假设压力是一样大，这个面积小，这个面积大，这面积大就可以得到比较大的压的加速度。同不同意？嗯、啊，所以基本上在学这个压力跟力，它之间是有一些运用上的东西。所以 A 是那个面积吗？这边的 A 是面积，这边的 A 是加速度。下面是加速度。啊，这边是加速度哈、啊。那上面的大 A。这个是面积。面积。哦。啊。啊，接下去。帮我关一下手机好不好？快点说。哦。有一堆零钱，吓死人了。然后那个，啊、有一些那个，就是沈浩伟的钱是，是有一些包含昨天在卖掉的，所以要看一下的哪页。包含昨天怎么样？卖的。然后我自己的账号也错，就是昨天那个我把一些钱转过去了，但是我还没转给你，所以现在账应该又变了。那我就看上面的总额是多少就好了，不是吗？应该是你要转总额嘛。就是对，然后我先看一下我的账号。好。那转1937嘛。嗯，我的账户那边可以点一下。黄六不给力啊。好，那个。嗯、昨天卖的吗？这前天的，前天还在那边。应该是苏大总把它弄给我钱之后，所以可能
所以还要，对，差不多啦。大概有吧。哎，所以这边应该是1937对吧？嗯，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因为有一些我自己的钱还没从安全放进去。那你要不要先放进去再给我？我在看。OK， 好。哎，帮我关一下投影，哎，关一下摄影机好不好？关了。啊，关了的，谢谢。看我们现在摄影机。我们现在交易好像。摄影机。摄影机。摄影机啊。摄影机帮我关一下，把它合起来就好了。